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悠闲无茶饮所打造的免费饮品做的节目，我是阿宝。夏季一直是我们门店更新产品的最佳时期，受着新式茶饮的影响，我们门店产品的更新节奏也越来越快了。最近如果关注我们的小伙伴可能可以看出，我们更新饮品配方的节奏也越来越快，就是为了满足当今市场的热潮，给在不同城市及镇县的小伙伴们输出适合自己门店上新的产品，在不同的配方当中可以给大家有一个选择。与此同时，我们推出饮品配方之后也比较看重小伙伴们的一个反馈，前段时间我们推出了一款多肉百香西瓜，也深受大家的喜爱。经过反馈，今天我再为大家推出一款西瓜品类的水果茶，它加入我们的脆波波和新款茉莉绿茶，充满茶感和花香，搭配西瓜的清甜，脆波波的嚼感无疑是最好喝不过了。从操作上也是比较简易的，特别适合门店的快速出品。还在等什么呢？我们开始制作吧。首先我们将脆波波加入出品杯当中，再把我们无籽西瓜切块放入雪克杯当中捣碎。现在我们的西瓜也比较便宜，还是推荐大家选择无籽西瓜来做，从甜感和饮品的一个体验感上面都是有所提升的。然后继续抓入我们的冰块，加入我们的茉莉绿茶汤，茶底成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，再加入我们的引爆点冰糖浆一起搅匀，最后我们雪克均匀。最后倒入我们杯中出品即可。最后我们这杯饮品就已经制作完成了，大家记住一定要轻微雪克均匀，以避免影响茶感。如果想了解更多专业的茶饮内容，请关注我们公众号悠闲无茶饮，或者报名我们的课程。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